看这边的话，哎，所以你看梅花盘绕着五十只鸟，所以一共有一百只鸟，两根柱子叫做一百只鸟，叫做百鸟朝梅柱，有没有道理？因为你也希望庙宇不止宗教信仰，它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美术馆的概念。这个纪念馆是纪念梅树，他是我的先父，32年前去世以后呢，我们家三兄弟五姐妹就把画集中起来，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做这样一个纪念馆。他们自己人做，我们在自己家的后院子里面，自己人随叫随到，不要花钱啊。